气候变迁也是未来现在这个国际的主流，所以我嘛是邀请这国际的政党来台湾，来高雄，还佫带去屏东看咱的这个洋水重点，看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环境，怎么样来节省我们的能源。哦，因知影讲我们未来执政也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重视。哦，世界也是要台湾，重要的一些外国的，包括我们咱冬季冬天的时阵，办外交的酒会。 酒会日本的代表，美国的AIT的台北处长来参加。啊，我嘛是中东部最近啊，接近主席接近迄个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Aaron，甲七个跨党派民主党甲共和党的议员，这是民进党总部。这图，这图就予咱，予大家知影讲过去两年啊啦吼，两年啊，迄个红色的，就是阮行的所在，那是美国、加拿大。 欧洲呀，还佫东南亚，我还佫有去非洲，我佫去中南美洲，还佫去我代表佫有去澳洲，所以你啊，为这大来看哦，我迄个轨迹哦，可能只有南极北极连续而已啊，差不多世界主要佫加的城市的首都，我拢有去。这是阮伫做有限的资源佮人力之下，我们尽量做的事情，包括服贸东西，我们只要能够出去，就是跟外国人说明，为什么服贸在台湾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，不是只有民进党反对。 很多公民团体、学院团体都反对，所以我刚刚在做重要，做重要是安尼。我的目标就是，让世界看到民进党中心这几年准备啊，我拢有准备，在各个政策都有准备好。这是这张是在嘉威，我去德国柏林，哦，迄样要去一场啊，去一个小面馆，小餐厅吃一碗牛肉面，台湾味道的牛肉面，还有馄饨面。哦，这是一个算二十年前哦，台湾去的一家四口。 啊，中间那个太太哦，她以前是帮林青霞，还有那个林青霞化妆，啊，从这个角度你当然就看，你大概知影伊的政敌的脸型嘛，伊政党的脸型嘛。不过阮伊呀，伊早是民进党的中主席啦，伊中华裔，哦，朱明和文姬啊，啊，到尾又搁安，哦，恁拼外交变到辛苦，加油，互相加油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很让民进党感到很感动。上尾啊，我嘛是迄届苏建平，英国伦敦大学的演讲，哦，迄届问题就侪。 每一个问题都是在问这个问题，民进党你在这个政策你的准备是什么？啊，以后你重新执政之后，你可以做怎么样？会不会做的比现在国民党好？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国际说，我们如果重新执政，还没有执政之前，我们就会准备好；执政之后，我们做的比国民党更好，让他们知道说，民进党的重新执政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所以，希望民进党加油，从最要的是台湾人加油，继续会当依赖各位的永久的这样一个支持跟鼓励。 我的简报是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咱真感谢老主任哈，啊，大家看了应该对咱民进党诶加减了哈，淡薄增加信心了哈，啊，咱民进党当然需要大家各方的力量。 来支持，来结合，咱较即个要重新执政，才有希望。咱今日诶，总头是吼，咱吴大赛吴代表，咱拄则讲诶吼，诶，比国民党诶主委代表吼，好真侪较早四任啊，旧年来遮甲逐个说明过，啊，即马当然爱来。 对大家有些交代，讲啊，即几个月来做啥物，啊，去抓了每个安怎做，哦，咱即摆在这个江家，来欢迎咱吴代表。多谢林主席的介绍，真欢喜。 当个转来洛杉矶，我较早伫咧两会会时阵吼，若有机会我就会来洛杉矶，经过洛杉矶的时阵，拢会甲大家演讲。啊，我即马伫咧网络面顶吼，有当时啊都会看到我家己迄阵伫咧两会会的时阵来洛杉矶演讲，迄影片伫咧网络面顶佫看会着啦吼，所以大家会当感觉讲我甲洛杉矶遮感情是偌深啦吼。 啊，旧年来遮的时阵，有真
短暂的时间，六月吼，甲主席的时阵吼，真短暂的时间，甲大家讲，我若有机会，我会阁转来洛杉矶，啊，转来洛杉矶，就甲大家演讲。我去年八月底的时阵，就来 Orange County 啊，发帕因的年会面顶，甲大家演讲。啊，今日我嘛真欢喜，阁有这个时间，阁有这个机会来甲大家开讲一下吼。我想为什么需要来遮甲大家开讲？因为大家对台湾足关心的。台湾的这个进步，台湾的这个情形，我想大家拢足关心的啊，因为大家关心，大家疼痛民进党、民进党，啊，大家嘛疼痛我，啊，所以我感觉我有义务来遮，就爱甲大家说明啦，吼。啊，我想最近这段时间，大家可能看到台湾内部的这个演变，吼，可能我呐足关心的啊，除了讲迄个老主任拄则甲大家介绍的这个向外的这个活动以外，阁有其他足侪物件啊，我希望应该我呐有足些物时间吼，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。啊，我想老主任拄则为虾米甲大家讲民进党遮重视外交？为虾米遮重视外交？因为主权的国家叫外交，若无主权，就唔免外交，啊，这就是民进党才重视外交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感觉台湾这个主权一定要甲顾好掉，啊，所以咱还袂积极进前，咱外交就要甲拼好好势，咱未来人讲积极的时阵，咱外交的基础就会较好。我会记得伫个前年2012年的一月，咱总统选举进前。咱甲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处理到介好。伫个2011年九月的时阵，蔡英文蔡主席迄阵是代表民进党要选总统，去华府访问，但是去华府访问前脚一走，后脚美国政府就伫个迄个《金融时报》（Financial Times） 面顶放话，讲因无相信即、這个民进党会当处理两岸关系。结果，即种放话。对民进党是大伤，是大伤。啊，除了讲这伫个媒体放话以外，美国政府嘛派国在官员去台湾，啊，但去台湾的时阵，刚见国民党的总统，啊，迄阵嘛伫个媒体宣布讲，因个免签证计划要来实施。啊，我想这吼，大家一个印象伫个台湾，就是讲，敢那民进党无受到美国的重视。啊，实际上，我想。较早一段时间，吼，就是讲去年民进党恢复主义代表处进前一段时间，咱伫个美国的这个工作，可能原来咱来检讨一下，吼。啊，所以伫个迄个2012年一月总统选举了后，我甲老谢东主任迄阵伫个新台湾地国策地库，就是郭焕敏先生成立迄个地库面顶，我有一个检讨会，阮这个检讨会面顶，我就讲美国的这个政策对民进党来讲。是一个失败，咱必须要承认。啊，承认失败了后，咱就要来找方法来甲改善。啊，安怎来改善？要改善的方法，就是爱迄个重新来承认这个主义代表处。有透过主义代表处会当，不管是拢甲美国政府官员，还是讲甲美国的国会议员，还是甲美国的这智库这重要的人士，拢会当甲伊交换意见，互因了解民进党。透过咱这款工作，才有法度互因了解讲民进党对台湾偌重要。好，所以伫个迄个前年的11月，苏主席正式宣布讲要成立民进党的重新成立民进党的主义代表处。啊，伫12月嘛派我做民进党的主义代表。啊，我想这款工作就正式开始啦，吼。啊，当然，迄个成立主义代表处吼，这需要钱啊。虽然讲拄只迄个老主任秀出来诶相片哦，细细间啊，差不多3平尔。啊，阮有请3个人，啊，3个人坐内底吼，大概都无啥位。我若起来时阵吼，我无办公桌啊，我干那一个椅啊，通我坐尔啦吼。所以所在足细啦吼。啊，但是迄个号码吼，迄个 address 这是 lucky number。The address is 888 16th Street， 发啦哈！我是民进党未来发啦哈，一路发啦，一路发，拢发啦哈！啊，我嘛是伫迄间办公室内底，虽然讲较细间吼，但是甲美国政府的这个沟通交流等等吼，是拢一点仔都无松懈。
啊，我差不多一个月、一个外月，我都爱走美国一摆，走去华府一摆。啊，这工课拢真辛苦，甲美国政府官员，吼、哦，啊伊啊，甲因交换意见，针对台湾的重要政策，针对民进党的看法，来甲美国官员啊交换意见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会记咧啊，头一摆、第二摆去的时候，甲美国的这个高层的官员啊，尤其是国安会的官员吼，头一摆见面的时候，敢若对民进党无啥了解啊，有啥物 tense 啊，我嘛感觉讲，哦，即个 tense 的情形之下，伊对民进党阁袂了解吼，哎、欸，关系拍袂好啦吼，啊，所以常常去啊，见摆去就甲伊开讲，见摆去就甲伊开讲吼，三摆、四摆了后，啊 ，the situation is changed， 啊，见面的时阵就 relax。啊，会当迄个交换笑话吼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迄、那个不止讲伊对民进党会了解加深，不止讲伊对我会了解加深，还是讲对苏主席会了解加深，甚至渐渐会当培养个人甲个人之间的即个了解甲感情啦吼。哦、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啊，这对民进党来讲，这是足重要的；，啊，这对咱台湾的前途来讲，这嘛是足重要的吼。啊，但是。设立这个主义代表处吼，啊，虽然说足细间诶，啊，干呐请三个人尔吼，啊，但是迄嘛爱开足侪钱诶啦，吼，迄嘛是爱开足侪钱，伫咧华府吼，迄当拢爱开钱，吼，啊，所以足感谢啦，吼，足感谢诶，就是讲伫咧去年六月诶时阵吼，苏主席来甲洛杉矶，去甲 New York， 去甲 Houston， 吼，啊，是去 Washington D.C.， 甚至去加拿大诶两个城市吼，啊，拢足侪乡亲啊，甲阮听。甲阮支持，吼，包括伫咧洛杉矶是阮无款无上侪个所在，吼，啊，所以今日转来到洛杉矶吼，我爱借这个机会，甲咱洛杉矶的这个乡亲吼，表达讲十二万分的感谢，吼，啊，嘛要代表苏主席，要感谢大家对民进党接收听，互阮主义代表处会当顺利来运作，吼，啊，阮伫咧迄个啊，去年六月，即几个都市的这个募款，吼。啊，无论成果袂歹，吼、哦、啊，主委代表处应该是会当啊有两单，吼、哦，诶，即个薪水会当发，注册会当缴，吼、哦，会当运作两单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想即两单内底，就是咱上关键的时刻，就是咱总统选举进程上关键的时刻，所以对啊各位乡亲，对民进党才听，对我才听，对苏主席才听，吼、哦，我是拢啊足感谢的，我拢足感谢。